拉手了吗？啊，黄毛毛，赶快捡，赶快捡。看吧，还挺好玩的，嗯，绝对的挺好玩。他很聪明的，要不说刚才大爷也看了哈，我捡那给我拿绳子，哎，直接把绳子拿过来放我手里，嗯，让我牵着他出去玩去。这下就一教都会啊，就教了他一次，他就知道这个绳子对他很重要，只要叼过来就让他出去玩去，比给他吃的还好呢。不捡了，不捡了就不捡了啊。说明他聪明，有些狗的教了好多次的都不懂，这狗一教就会，难能可贵啊。好吗？你跳一跳行吗？看，好吗？跳，好吗？跳跳跳跳跳跳跳！哎呀，跳！哎呀，啥了？太厉害了！不是买的，别人送的。你藏区的一个藏狗啊，藏区的一个藏獒串串。嗯，这尾巴多漂亮啊！串串狗啊，据说是松潘犬啊，藏区的一种狗的一种品种啊，松潘犬。哎，黄毛狗啊，哎，嗯，过来，不要上那去。嗯，休息休息。上下来，干什么？啊，又乱了，又可不乱。哎，和老虎一样，把人的开始。好吗？坐坐，好孩子。你看你，他乱的时候，他不听话。啊，坐。谢谢神智啊，坐坐坐坐，得有握手，握握手啊，好好好，还吗？嗯嗯，好。地下太脏，不坐，坐了，刚才坐了。他非让我陪他玩儿。那边就孩子脾气嘛，就小孩就是个小女孩的感觉啊。她因为是个母狗，嗯。